由原子少年出道的男团 Ozone 前阵子刚从韩国特训返台，也在近期发行首张 EP， 不料近日却传出队长周祖安与绯闻女友木木分手的消息。根据报道，由于周祖安远赴韩国受训，行程满档，因此与女友木木聚少离多，感情也越来越淡。两人于今年11月已经分手了，主要原因是周祖安愧疚没时间陪伴对方，因而主动提出分手。对于此事，木木所属的华研国际娱乐回应表示，木木与原子少年们本来都是好朋友，现在也在演艺圈努力中，以事业为重。事实上，两人曾被媒体捕捉到戴同一款安全帽骑车旅游，两人也经常出入彼此的家中，亲密的关系就像是一对交往许久的情侣。唱片公司也表示，声称对旗下艺人没有禁爱令，没有直接否认，也没有证实这段恋情的存在，如今却传出两人早已分手，让不少粉丝都相当遗憾呢。